各位大細超台友早晨啊！而家係上午九點正，爭幾分鐘啊！係28號，8月星期日，2022年。咁樣早講嘅喺星期日咧，就講一啲比較沉重啲嘅資訊。咁呢個係喺古代咧，就有啲人講嘅，但我都唔肯定係咪真係會出現。但真係都要講，講咗係咪可以解決到問題呢？解決唔到，因為個宇宙咧都係承住壞空，係一個必然嘅規律。大家都知道以前有宇宙大爆炸啦。咁啊，喺好多聖經啊、佛經啊、好多古代嘅文獻咧，都講過地球啊，會有多劫數啊。聖經有講洪水，係咪？但呢次喺個地球上，我哋唔係針對某一個國家，唔好意思㗎，呢個係整體嘅地球上，熱到撲街喎！大家收嘅資訊啦，係非常古怪的。九月份開始過幾日咧，英國仲大件事，加電費加80%，好似話過多年咧就再加多倍添，咁咪人都癲啦。嗰天氣點解咁反常咁樣熱發呢？大家睇到嘅喺歐洲、喺美國、美洲周圍。咁根據有歷史嘅文獻咧，呢咁樣嘅大旱之後咧，係好多地方咧係龜裂嘅個地面啊。呢種嘅干旱咧，就衰過洪水。洪水之災咧，佢沖毀曬你地球上嘅建築物，或者好多人傷亡死咗，因為仲有水流低啊！水流低咧，流低一度咧，變咗個時間靜止落嚟咧，佢有可以再生噶啦，啲植物啊，各方面啊，又可以嘔好多生物出嚟，佢可以整體再生。阿江航啊，仆街啦！佢令到佢江航咧，可以令到你个大地咧死亡，寸草不生。所以旱灾咧系严重过洪灾嘅，表面咧就好似洪灾厉害，哗砰一声咁啊，大洪水爆发啦咁嘅。整個城鎮啊，啲嘢冧曬，啊死好多人。但旱災咧大件事，佢令到你個大地死亡、分裂。但咧個大地死亡之前，佢分裂咧麻煩啦。所以大家喺各地嘅朋友咧，即係要小心。會帶嚟一種好古怪嘅地震嘅原因。我哋以前講過㗎，譬如話你以前嗰啲汶川地震啊，死好多人啦、啊。但係因為嗰陣時，我亦都透過某個渠道咧，就話翻俾北京嘅好朋友知道，我喂，你通過外交部提一提印度佬啦，唔好。核試啦，係咪？
我哋自己中國喺羅布密治核試，印度佬話唔執輸，又喺印度嗰邊又進行嗰個核試，地底核試，咁嗰陣震咗兩震，咁將嗰啲板塊震曬、震鬆曬，咁咪引起，因為有一種地震原因咧，就個板塊移動啊嘛，你震鬆曬，移下，咁咪搞個大地震咯，係咁簡單咋。咁嗰時我係真係提出咗嘅，咁我相信中央嘅朋友咧都會，所以最近你見印度咧就少咗核試嘅。真系真去，大家知道嗰啲地震咧好扑街嘅，冇得预防嘅，好多天灾咧你都有预测能力，地震冇嘅，点解咧？譬如话佢啲板块，举个例啊吓，话嗰啲板块咧左搭右搭搭住，咁你咪唔震咯，你搭住我搭住你咁啊冇事嘅。但你咧，佢慢慢移動咧，嚟到邊邊嗰時咧，你都預測唔到喎。佢一夠鐘，砰一聲跌落嚟，一跌跌咗落嚟，即到啦。所以個震、那個大地震，唐山大地震都死20-30萬人啊，大佬。嗱，我哋唔講外國，因為外國咧一樣係咁噶啦。睇下邊個國家咧，睇下震到天崩地裂啦，係咪？而家日本仔啊，震到孖王添啦。我哋講翻自己國家，有個呢次咁樣嘅江旱遍及到，哇！大件事，四川、重慶、湖南、湖北一路數落嚟咁多省覆蓋咁大面積，江旱一再變形嘅話咧，你個山峽水壩咧就收工，山峽水壩一落嚟啊！裂開震裂，跟住嗰啲水壩嗰啲水咧，成個淹沒到去上海喎，你知唔知啊？係好 Q 大鑊噶，所以我有啲朋友喺度做廠啊，咩做工作啊，咁啊自己執衫啦，係嘛？或者有機會嘅，咁你咪避開少少咯。呢個就係世情嚟。但唔講咧就唔得。唔講咧就對一個點樣講啊？對一個我哋喺我哋做呢個工作嘅人咧，係一種缺失嚟嘅。即係話，譬如我哋喺馬路上，或者喺見到朋友，直接間接識有個意會撞到人。看到有多少危機的人呢，我們都提的。不如吃個齋啦，生日那天，把初十五吃個素啦，吃少些肉類啦。即是說其實減輕了他那個危機。那他不信的，那就沒計啦。但我們不提呢，不得的。即是你見死不救嘛。你提了他不做，那就怪人咯。是他自己的事啦。即是我施肥淋水，咁你唔开花结果唔关你事㗎嘛。係咪？等于我同啲学生咁，个个人都有缺陷㗎啦。我提咗佢俾你想成就嘅，你有啲个性上有缺陷。唔好咁缩骨，唔好咁走正面，唔好做嘢呢就 hea， 冇嗰个承担嘅能力。世間越多困難的問題，你越更加要面對。你面對的問題，你才可以訓練到自己的鬥志的嘛。但是就真的嚴重的。亦都很希望自己中國的領導人找一些好的莫神高人去研究怎樣化解那個天災人禍，自己的中國有方法的。當然你未必說可以全部避免了，但起碼你減輕它的衝擊的力，因為很多東西都是人為的嘛。
最簡單啦，好似而家大家都睇到最近俾啲歐美國家聯手去圍攻中國，話天下為公，係好小事引起啫喎。大家抄翻個節目啦，我最早提出嘅，因為美國一制裁，話嗰啲關税500亿個額咧就要加關税啦。嗰時我即刻就提出嘅。即係為咗華為單嘢，懲罰華為單嘢咧，順便懲罰埋中國關税。哎，我哋冇喐，我哋全部扮唔知。佢而家話關税咧，你又唔嘈照做，但私底下咧去講，但你咧就即刻咧就要將華為咧掟翻去美國，唔拗撬啊！即刻講數。即刻自己咧就拉班馬仔，啊！哇！你班家產搞到咁樣，影響中國嘅形象，咁啊將捉咗華為十幾個高層，咁啊開確審，盡快跟住嗌打靶，咁喺國佬尿都急埋，哇！屌你咁唔使咁大鑊啩，係嘛？我哋告一個人啫嘛，叫你第解慢慢周翻嚟，咁搞到十幾個人要打靶。佢會同你要提你，你唔使咁大鑊嘅，因為佢嘅政客咧好撲街噶嘛，你入佢數咯。即係你同啲政鬼佬玩政治遊戲咧，你要知佢弱點啊。嗱，就係因為你哋美國佬啊，啲咩政黨啊搞出嚟啊，話華為啊，萬小姐有事乜乜乜乜啦，而家多謝你哋俾情報我哋啊，有個拉咗十幾人啦，而家準備拎佢打靶啦。嗰班政客有答佢口啊，都出嚟求情啊！即係嗰十幾條人命係你哋令佢死嘅，咁仲使去攞選票嘅？好大鑊噶嘛！佢求情咁咧，白鬼白馬咁啊！得啦得，接受啦，判監啦，算數。跟住同阿侵哥拍膊頭，話大家四四六六搞掂佢。話誒係啊，阿萬小姐做錯咗算數啦，講數啦，罰錢啦。你而家你都係講數罰錢 set 圖運翻中國噶嘛？我又大大方方，即刻戒翻美國，即刻講數，即刻走人，跟住自己咧就告人咁啊。咁你事不離神啊嘛。就算你係知道或者你叫人去華為咁樣做，而家俾人揭發，唔可以唔認嘅，人贓並獲。拗咩呢？即刻調翻轉頭，哎，知衰啦！哎，搞錯曬，搞錯曬！我哋一時貪心啊，嚇，大家包容包容。咁啊，我哋重新講個協定啊，點樣同你哋再合作啊？咁我哋華為做翻二線嘅市場，你哋做大哥一線，冇事噶咯。跟住同私底下同阿侵哥講，嗱，你繼續連任啊，我哋做兄弟啊，一齊上啊！侵哥就會連任開話俾你聽，咁你富貴啦，習近平哥仔完全唔同世界㗎，因為美國佬咧目的係揾銀嘅啫，第一係揾錢，第二咧就唔好動搖佢而家世界一哥嘅地位，佢係每一個政策，佢嗰個全球策略委員會咧。我有一個學生咧，係佢哋有講到而家唔知有冇退落嚟啦。20几年前咧，都係佢美國全球策略委員會嘅 committee member 嚟嘅。我有一個學生，佢哋所有任何定嘅政策咧，一涉及話影響佢嗰個世界霸主地位咧，佢一定唔放唔會輕手嘅。等於中國政府都係噶。你做任何嘅言語行動，一涉及影響佢嗰個共產黨嘅執政嘅地位咧，佢又講成殺絕噶嘛，啱唔啱啊？一樣。只不過美國咧就用個世界霸主為佢嘅目標，係佢嘅藉口嚟嘅。你影響我世界霸主嘅地位，中國政府咧就係用佢中國嘅地盤以為目標，我你影響我中國共產黨。啊！個執政嘅權威地位，一個大一個細，都喐你噶。所以嗰時咧，係大家反翻轉頭咧，係走咗機會。
我真係講咗幾次，亦都通將我呢件咧通知咗中央啲朋友噶。我哋唔搞得噶，我美國佬一開得你快腦咧，我佢喐得你慢慢周咧，就好多資料喺手噶。唔係話求其咁，我哋共產黨求其拉個人翻去啦，咁博網啊，唔係噶嘛。好多法律程序，好多嘢要做，好多資料要跟，跟完曬之後揾個大法官先簽粒名，叫你拉人或者出嗰個乜嘢令咩令噶嘛。唔係學你我哋中國內部嗰啲公安嗰啲咁粗疏噶嘛。咁把口噏啊，篤背脊咁啊拉人啊！你可以篤背脊。你可以開快腦查呢個人，查到有證據先得噶嘛？唔係話人哋篤背脊，你拉條友上去，喂人話你乜乜乜喎，咁啊拉咗上法庭，咁啊唔俾人擔保，咁先喺度搞，係嘛？唔係咁樣噶嘛？所以佢哋講個人權咧、自由民主咧，係有佢個基本嘅作用嘅。佢唔係針對政府噶，其實佢哋搞個人權、民主、自由咧，係其實保護個政府嘅。有朝一日你做官都落台噶嘛，大佬！你做官啲家爺仔乸都要受保護噶嘛，習近平哥仔係咪啊？咪特別你中國共產黨啲元老，而家現任嘅共產黨幹部，你諗清楚喎！你搞啲惡法古靈精怪，你嗰啲親友家人咧？都受害嘅喎，大家睇翻呢一百幾十年，你中國共產黨啲政治迫害幾犀利？你唔好成以為話人哋叫你搞人權民主咧，就想攞你嘅權先得噶，大佬係嘛？其實保護你個政黨做官嘅人嘅安全最重要都係，同埋保護個國家，即係唔俾你出大錯，唔會出現大嘅錯誤。直斥其非都唔怕啦！你一個動態清零，咁啊成個國家啲經濟撲街咯，全世界都通曬關啦，剩翻個地球而家剩翻中國、香港、澳門，你話撲唔撲街啊？啱唔啱啊？就係、你缺乏咗個監察。嘅制度嘛，又少咗嗰個輿論嘅監察制度嘛。你搞呢啲咁嘅模式嘅政治制度咧，唔係削弱到你共產黨嘅，你共產黨會更加健康。只要你整一次全民公投，中國行嗰個黨憲立法，因為你一個全民公投咧。就令到中國人話咧，我哋支持一黨專政嘅領導，攞咗一個模式出嚟，公諸於世，等啲鬼佬冇嘢講。嗱，呢啲我哋十幾億中國人自己選擇嘅道路嚟嘅，你唔好再喺度説三道四，係我哋嘅黨憲立法嘅國家嚟，即係共產黨就係日本天王。其他咧，全部市鎮下邊咧都民選嘅，咁你就可以光明正大喎，唔使學而家咁樣左閃右縮，左避右避，係咪？左驚右驚，搞到唔成勢啊嘛！講你好話，又話人哋咧就係、高級黑咩？好古人啲高級黑低級紅，講壞話又死，講好話又死。是吧？你而家你話你中國入面嘅政情，你話你話邊個啱都死喎，係嘛？呢個唔係社會嚟噶嘛？你十幾億人口，你將呢啲咁嘅政治意識形態鬥爭擺到咁高調去玩，好攰噶！啲幹部都攰啦。我啲朋友退咗休，啲幹部同我講，佢哋好攰噶。佢哋無端端又整個。倒算三十年喎，我哋習大書記倒查三十年啦，即係你退咗休，
都唔掂，要查翻你三十年内之前嘅做过啲咩嘢，都可以拎你出去落镬叉住。你咧咁点样问得着啊，大佬？你话俾我听，是但呢个干部都 high 啦，都查三十年。你查下自己先啦，習大平哥啊，習近平哥仔，係嘛？呢啲唔係治天下嘅方法嚟啦，呢叫飲飛霜止渴。但我哋而家都唔講你呢啲政治意識形態啦，我哋講咧就話個大原則，個地球咧好多國家咧都有災難性嚟嘅，但我哋就理唔到嘅，因為都唔係嗰啲國家嘅人。但我哋中國人就知道，哇！你而家中國個江行咁犀利，你真係要小心，佢會帶嚟大地震。點樣震法呢？唔知嗰度先係大禍。咁啊，希望收到我資訊嘅中央好朋友啊，認真關注一下啦，啊，係咁先。